我们身心灵的国际大师，我们光南书记陈理事长啊，贤康利大嫂没看到，梁碧兰，哦，梁碧兰 ，OK， 还有我们今天很难得，我们创业在清水区，过去的清水镇，创业超过半世纪以上的中心制造厂的我们的白嘉莉的同门师妹郭董，掌声欢迎。今天很难得来了我们无锡瑶池金母的主任委员和主办师啊，那我们徐主任，哎，总干事，哎，主任委员嘛，和主干事嘛，哦 ，OK， 就是瑶池金母嘛，哎，主神，保生大帝，哦，对对对对，主神在花莲，好，瑶池金母哎，在花莲，太子爷，哦，太子爷，对对对，太子爷东斋，太甲爷表哥来叫我们，还有我们大甲的灵贤显灵的。保佑我们每分每秒健康的保生大帝，和我们的孙主任，还有很多，默默的耕耘的话，谢谢我们的郑荣吴三德校长，我们有很多的资料，大家在看的时候，他是用半夜在熬夜完成，一定要到我们的静怡，请他，到了睡觉时间没有，他才会关机，也是非常的辛苦啊！客气的朱红，哦，我补了，在厨房看过去很多了啊。我们郑彪校长、李校长、杨淑敏校长，还有过去在海巡署的朱队长，还有国际标准舞的大师金桃老师，我们台中县最早创立，全方位的福村幼稚园的，哦，创立。创业的这个园长，对了，看过去大概就这样了。哎，大甲国中升学班的英文老师，真的还有我们非常杰出，到每一个学校，他都有特殊的学校的风气，不同的创意的我们蔡秋冬校长。那么当然更感谢我们常常默默耕耘的。我们的南华大学的硕士永恒，还有他的美丽的这个哈，我们慧兰，进来的我们的钟校长，还有我们的二姐，二姐就是你啊，三月份、四月份的二姐是江慧，她又要演唱了，秒杀，我比那个二姐好命，哦，这样好命啊，OK。哦，是是，还得跟我聊。好，那么各位山友，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一个礼拜呢，很快的就过去了。最主要是我们每一位，闽江大学光临了。主要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身上都有我们很多的天地众神庇佑着我们，每分每秒、每天、每个礼拜、每个月、每年都。健康平安，家庭都幸福美满，到了蛇年，舍我其谁，想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我们今年先预祝大家蛇年行大运。在这个非常重要的黄金时刻，我要非常以感恩感谢感激跟各位山友一样的精神，把这个麦克风要交给我们身心灵包容关怀善念的国际大师光南书记陈朝万理事长，掌声欢迎。